This video is provided for the programs on Instagram stories in Cantonese. Có 出路路牌指示的位置。第二，洗手间旁边有精合饮食。第三，为免节目在进行期间受到其他关人士外，录影厂内一律严禁使用。劲啊！佢终于翻嚟啦！我今次第十一啦。睇下先。嗨。我哋第六组。好。啊 ，video 嚟嘅，唔系相嚟嘅。望下镜头。李以文。咁呢啲麦仲要 cut 晒，做 cut 晒，唔 cut 嘅，咁你冇办法咧。啊，预告过啦，泳装咧就系十位录影厂内一律严禁进行拍摄同录音。第五，除节目制作需要外。在錄影廠內送贈任何物品給表演嘉賓及藝員，以免阻礙節目進行。其他事項細則請參閱入場券的背面。多謝各位合作。 Round 1 Deadline 廣告詞有機會個人獨得200,000的獎金啊！係啊，大家俾心機落嚟去揀啊！有请我哋今晚2019年嘅香港选举。